这里边有肉有饭，我丢给你们，谁能抢到啊，我就给谁吃。 最有骨气的狗哥，也会像恶狗一样抢食啊！既然选择做条狗，就得乖乖学会怎么夹尾巴。刚刚矿场在分给大家肉吃，你不在，所以我就给你领了一份。来。 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阿狗？啊？